承载信念的监狱，风中呼啸如流星，半风里话不虚伪沉寂，当恶意遁天王星，就让我带来光明。大家好，我是 SH48 Team X 何阳青青，很感谢大家在去年的时候帮我完成了 BJ48 Top 15的目标，谢谢大家，爱你们哟。而今年是我第四次参加总选啦，今年的目标是进圈，希望能和大家再接再厉，逆流而上，冲呀！世界的48种可能，我是一切皆有可能。